你看啊，他们两个运气好，不然的话，你他们俩总上了八路。好了，不要老冲着他们。 为了欢迎这两位弟兄历劫归来，今天晚上部队解散，扫先生，无尽的解散，扫先。恭喜连长，这两位弟兄好样的。 辛苦了，谢谢你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不打扰。欢迎归队，谢谢连长。欢迎归队，谢连长。明辉的事情，你们就不要太难过了。他为了救二位而牺牲自己，他地下有知，也一定会为你们 感到骄傲的。刚才李副师长已经通知我，说上级已经决定要颁发英勇勋章和奖状给二位，这是作战英勇的人才能够得到的殊荣，同时，也是我们队上的光荣。报告连长，我们有件事想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？ 就是，什么？你们想用勋章和奖状来换取自由？是了，连长，阿奎亚死之前有交代我们一些事情，叫我们回台湾告诉他未婚妻，所以我们才……你们以为勋章跟奖状是称斤论两就可以买来的吗？ 那是一种荣誉，不是拿来换什么自由的。况且，你们又不是犯人，换什么自由啊？好了，志宏、崇祯、是，你们俩是我部队的兵，只要部队存在的一天，除非阵亡或退伍，否则我就不能答应你们擅自离开部队。 况且临阵脱逃是唯一死刑的，不过你们的心愿我会记在心里。一有机会，我一定把你们调回台湾。在此之前，我希望你们能留在部队里面多尽一份心力。哦，杨子，再坤，走。 以后他们俩就编入你们这一排，该严格训练的就严格训练，该细心教导的可别善于教导。是，报告连长。那我们写封信回家可以吗？那当然。 迄啰阿爸的爸要安怎写啊？我知啊。红啊，迄啰平安的安要安怎写啊？平安的安咩？啊，安怎写咪？ 在啊，洪生啊，像你这样写要写到什么时候？我帮你写。啊，排长会写字啊？哦，那有意思了。当然，来说吧，要写给谁？
我是想要写给我阿爸母的啦。阿姆哥，他们在很久以前啊，就那个飞机飞下来的炸弹哦，还嘣就炸死我了。那你这样家书是要写给谁看的？哦，无啦，然后我是想说，啊，就请那个季红啊，他老婆啊，帮我拿去我阿爸阿母的蒙阿伯前面哦，啊，烧给他们了。好，有心思，孝顺，说吧，要写什么？我要说，阿爸阿母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我的好朋友那个季红啊，那个季红啊，也很照顾我。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。哦，这紧哦，谢谢排长。中心啊，咱来写批给阿伯。你是想要甲伊讲阿辉啊过身的消息啦？伊应该会知影较好。话是安尼讲无唔对啦，要唔过阿伯哪一直等阿辉在找伊呢？若是讲伊阿伯哪知影，阿辉一定进房啊，一定无多接受的啊。我见过许多生离死别的场面，让家属最难接受的，就是接到自己亲人死掉的那一刹那。这种事哦，拖一天算一天。看，不如这样，我写一封给阿辉的未婚妻，跟他报个平安，这样子也让他抱有一丝希望。这样好吗？我赞成杨排长的讲法呢。要唔够那些？哎呀，不，你咪想遐济嘛，咱就到时对当然时阵，咱才甲伊讲，阿辉也是最近较过身的就好啊。到那个时阵哦，咱才当面甲伊讲阿辉的遗言啦。咱是卖黄好进嘛，甲阿阮啊绝望啦，好不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报告排长，连长，请你和在坤学长过去一下。刚才上级来的命令，要我军负责保护附近的军眷，秘密警方。待会你们下去之后，就请弟兄们开始打包，等候通知，分批上手。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连长，咱们要防守哪？为何得搭船，还要带军眷？难道咱们要移防去海南岛？听说最近很多部队都转进到那里去了。别瞎猜，我们要移防的地方，这里。
没错。一打断是够，台湾，是台湾，台湾。中华波比，妈祖波比，收工波比，收工波比，我们倒回了。我快快去下班，我们来赶工，这好消息。叫伊侬，赶紧来，来赶咱走，好不？两块钱，来两块钱啊！啊，我们弄台湾了呢，台湾呢，我们都输人家了。学长，学长，你好欢喜啊！我们都台湾了呢，台湾。台湾，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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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湾，台湾啊！台湾啊！台湾，台湾！学长，你看我一眼嘛，学长。同桌，同桌，什么代志啊？还是啥去山？我是吃了腊粮啦。还是啥去山？那是什么代志？你开车开到规身骨干嘞？你看你，社会少年过了。阿爸呢？阿爸呢？进来，进来！有阿辉也消失了啦！进，进，你进看吧。台长，阿辉也没下线。阿辉下来了。是是，台长，台长，你多谢你哦，你做了来听哦，我连专家都拿出来，你多谢。马内哥，马内哥，これが私の仕事です。でもなんだろう、手紙を見たら私も嬉しくなって、すぐに飛んできたんですよ。そうですか、そうですか。台长，台长，你俩马上搞定嘞。阿辉公，你看阿辉是不是刚回城来了？真正嘞，真正真正真正，你看他等这么久啊，总算等到这间了啦。走走走，阿宏と阿仙、手紙があるんで、私行きます。はい。急がないで。私が。阿宏。はい。是啦是啦是啦，你这朋友搞阿辉很散啦，你等下休困一下哈。你两个少年人哦，看到这群朋友哦，就欢喜的啦，就高兴啊！这我来干什么？嗨，阿达过来去啊！好，进去，进去。自从阿辉去做兵以后哦，就不要看到阿爸来这里欢喜。提供白的保庇，你最近呢？再过几天好，你可以回来啊。阿弟哦，真是的哦，我老公真是要回来啊，我老公真是要回来啊。老话啊，你一定是在这天后斗三江斗保庇，咱阿公才我都回来了。